祝凯好。祝凯，我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由我们三个来揭晓这个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吗？因为这个奖非常重要，而且也是本次华表奖颁出的第一个奖项。少儿题材的电影呢，也是在电影类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对，俊凯，但我想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俊凯你虽然是年轻演员，但是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出道了，对吧？虽然我的出道时间比较早，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电影大家庭的聚会中，我还是一个晚辈，更加适合来揭晓这三个奖项。而且他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农村题材的电影。对，我的那部电影叫《暖》，那年呢我才六岁。今天霍建起导演和《暖》的主演郭晓东老师也来了，谢谢你们当时对我的帮助，谢谢。听明白了？你们两个我明白了，那我呢？我觉得可能是您跟我们一样，都保有一颗纯真的童心。谢谢，回答正确。其实我们电影人都应该抱有一颗纯真的童心。还有正因为这三类题材的影片佳作频出，才让我们中国电影的百花园缤纷多彩。下面让大家一起来看大屏幕。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奖提名，《远去的牧歌》。春天的马拉松，就是那个吗？现在虽然说有点困，可总得想办法爬上。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提名，《片警保音》。我实在是打在对了，我只是扫罗拉克后期濒临普通的警察。我的喜马拉雅，第三部的白帽子上校。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提名，《正正的世界》。你好，就再也没有下一次。你到底在我吗？你别闹我！动物出击，麻烦大。咱们该做点什么？请队长。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《片警保音》。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农村题材影片《远去的牧歌》。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少儿题材影片《动物出击》。